是有趣的，区区一缕幽魂何必留在世上受苦，我来助你解脱吧。香儿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去小心。害羞的小鬼，先去治愈。我宰了你这畜生！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阿叔小心。害羞的小鬼，先去治愈。我宰了你这畜生！Thank you.
行，没事吧？